我先来吐槽下网面，身高长得非常的简约，本来就不高，非站上个台阶，以为大家看不见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那么爱你为什么？方便回答，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死了都要爱。忘年要活下去呀，这是爱的代价。这个人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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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，我是哒哒哒哒大张伟的嘴。我特别的欠，特别烦人，我翻来覆去特别碎。爱就一个字，你说了很多次，无论哪儿你都能听到我的碎嘴。看窗外的大张伟在电线杆上多嘴。哎，你瞧池塘边的榕树上，大张伟声声地叫着夏天。大老师最喜欢的歌啊，是突然很想你。因为他的嘴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大老师你太聒噪了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哎呀，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。你控制不了自己，我给你介绍块药好不好？什么药？一粒镜，只吃一粒就安静，吃完就变一粒镜。什么？是说吃完一粒就安静，你已经变成一粒镜了，对吗？当然，我现在就是一粒镜。怪不得现在你严肃的容貌如此的僵硬，简直就是僵硬容啊！哇！好的，等一下，那么咱们既然我们的伊丽静老师已经到现场了，现在我要献上她一首歌，大家看好了，来。开心的伊丽静是这样，高兴的伊丽静也是这样，中奖的伊丽静，热恋的伊丽静，你也想拥有这样的表情。拿起电话赶快预定。你们是否一样像他一样遇事波澜不惊，没有任何感情？那就赶快订购伊丽静吧。伊丽就安静。伊丽静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们都用伊丽静。小刚老师也可以治治你的脾气好吗？暴脾气啊，来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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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咨询一下哦。你要咨询什么？就你这个药，它可以治疗油腻的表情吗？我是汪大东哦。你讲话很机车呢。啊？你为什么要刺他？你不是因为油腻又翻红了吗？你应该感谢他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油腻。我想跟我的粉丝说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可知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其实生活中啊，处处都离不开我汪大东哦。没有错。生活要想变轻松，处处离不开大东。炒菜要想味香浓，锅里必须放大东。汽车一路向前冲，九二大东来一声。素描直接变油画，因为模特是大东。购物要想多省钱，快找客户要大东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我多买几个可以用大东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因为他
包邮，包邮，包邮。什么玩意儿？那么本店多买几盒可以大动哦。这里再插播一条广告：海天火锅艾特米火锅底料。随时随地吃遍世界风味，新疆番茄和川渝牛油，哎，两个席也大动哦。哦，那么咱们油腻半天了，哎，现在稍微走点心，我们来给各位真的太闹了，是不是？太吵了，太吵了。我们给各位走点心好吗？来，背上吉他吧，好不好？背上我们的吉他好吗？这是最新研制的隐形吉他，走点心，走走心。在我爸爸的眼里。我聪明又伶俐，在妈妈的眼里，我永远是第一。在大家的眼里，我们特别的帅气，但在阳光里的眼里，我们就是垃圾。中品时装展，今天设计师从另一家来的是他最新的男装品牌。垃圾。设计师杨丽在这两位模特身上采用的材料是那么的普通，却彰显出那么的自信。我们男性朋友一看。我很普通，但我很自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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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自信。杨丽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男性的呼声。我就不理解为啥没有人跟他还说他。你这蛋壳，大哥你想什么？看，见证一下真正的 diss 好不好？说唱来一段。真正的 diss。Yeah， 杨丽，听好了。Yeah， yeah， yeah， yeah。杨丽，你说男人我怎么会遗忘？今天我要用说唱让你绝望。接下来就让你感受我的能量。大张伟，你先上。我上，凭什么我上？杨丽，我不怕你，你别太嚣张。我早就准备好了大招，但会退的。我的大招就是身边这位武大郎啊！大张伟，你真软弱。杨丽到底有什么好怕的？今天就把杨丽说过的话好好过过，给他过过，给他过过。你说的是杨过？没错。那我们聊一下李若彤吧。救命啊！姑姑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过儿吗？今天过儿要给你弹吉他，但是过儿只有一只手，该怎么弹呢？没关系，两个过儿就有办法。姑姑，你还记得那首歌吗？姑姑好久不见，过儿想你啦。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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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哎呀妈呀，这还是姑姑吗？肌肉练得那么大，我看着只害怕。哎呀妈呀，听说你还单身吗？接受姐弟恋吗？为了朋友98。哎呀妈呀，这还是姑姑吗？这当然是姑姑了，除了姑姑演过啥？哎呀妈呀，我的吐槽不断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最后还有一句话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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